第五天，经历上帝。主啊，你曾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为此恳求你在我妻子的生命中，成就她按你旨意所祈求的，所寻找的，并为她开启福音的门，使她常常经历到祷告蒙垂听的真实，以至于她的信心及祷告的生命能不断地被建造。主啊，求给我妻子圣灵的能力，用你的圣灵大大充满她，使她得着天上的能力，勇于做你的见证。求你赐给她一个灵里得胜的心，与赢得世上之民的负担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